早上就到啦。今天早上就到了。你不是忘餐吗？早上很大吗？没有，是昨天啊。是昨天我遇到的那一次吗？昨天大两次哎、欸。啊？早上一次，晚上一次。晚上就是我睡着后。对，你睡着前，你睡着好，你睡着前。我大概是十点多睡下去的。我睡一下精神当然就会好。我爸就怕我们两个撑不住，说我们两个尽量互相。他昨晚上就不晓为什么会一直闹，然后护士进来就说。他觉得他可能哪里痛，就说不是痛，不像，没有，他痛，痛不是这样痛啦，不可能，除非说你哪里不舒服什么之类的。没啦，我觉得只有两种可能，就是胀气跟饿。就是两种啊，你现在又没有什么侵入性的东西，对不对？没有啊，没有啊。而且那个针头在他身体里面，是不是会让他觉得不舒服？我觉得是吧。他那个针是软的，那要怎么戳进去？他可能先拿软硬的这个金属的外面包一层塑胶先进去，然后再戳出来。软的啊，那个什么 Epidu 那个都软的吧。为什么我生他的时候给我扎那么大的针？不知道耶，痛，我在痛死。我去看一下两个有没有瘦，我觉得应该是没有。什么两个有没有瘦？没有，他先